哎，不站起来动一下吗？不能动了。哇！不能动。我没有不打松，就松。对啊，你难怪我想到你为什么那么不自然。他说我太严重，那个是那个韧带撕裂才会打。但我昨天复健完，现在有比较好。我要使尽我所有的力气跳完的开场。那你看，你应该转过来看我。我就不能，就转不过去呗。你要尝试啊！还好，我只是这样子而已啊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老听到咔咔的声音。哦。